叮。貢ぎ物、ご苦労であった。世にも珍しいキョンシーマスターを作り出せるかもしれんからな。最后那笑，我以为他会说扎古扎古，他那个他这样动作很想让人去弹他那个，真的，你不要忘了，有人为了抽四星，结果五星水妖兰保五的故事，我都快忘了那件事情了，能不能就不要再提了？该出来了，对吧？我操！感谢大家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感谢，感谢 F 九，感。それからどうしたの？活动快结束了。但主播也终于可以拿我的毛毛了，是不是只有四颗？四颗圣晶石，我砍一下手指，哇，34颗，太神了吧！请问这34颗能同时抽到毛毛跟小天天吗？可以吗？来，直抽就中毛毛，你们相信吗？至少我是相信的。摇篮宝石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一直以为8月什么10几号才夏天，也不是。8月28号这一天，我的夏天才刚开始而已。我们要不这样子，我们逆向，有可能抽到毛毛的触发条件是要先抽到泳装小甜甜。我们只要触发这先决的条件跟事件之后，回头再抽就中了。感谢大家单抽出货。喂，有没有办法让我抽个石头可以吗？拜托了，我无福，无福啊！让我看到了，哦，无福，哦，石头，真的就今天晚上呢，再不来我这里就没了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再不来我这里就没了，毛毛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知道吗？对，我这个。我知道你很想来，这对，偷偷的，对啊！这传令传错人了吗？这是我再按下去，他是会保五啊！毛毛偷偷来，毛毛偷偷的，我不会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别那么害羞啦，真的，哎呀，这么害羞干嘛？真的。该来了吧？不是你啦，干他妈滚滚！我的毛毛没了啦！我就不应该开这个台，我他妈的就应该关台，继续玩我的 POE， 而不是打开这该死的偷卡界面。我腰篮快保五了，请问毛毛在哪里？我的毛毛。为什么毛毛不是毛毛男？为什么？这么你在搞啊？你这男的搞吗？鸡掰！请问这就是那个超越3条内裤的女人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有一瞬间有个冲动，想要刻一胆。哎，对耶，抽到剩下还抽小天天，哈哈，不可能，你不能骗到我。Please on， 来，最后20抽，不来真拉倒，不来我真拉倒了。跟你说，最后的警告，最后爱的警告，打起精神，最后20抽，先来10抽，不废话，不拖时间。要来不来，随便你。有种他妈最好保五妖兰操！原来这是五头龙吗？你是？
你是五头龙吗？不要了啦，我要毛毛。毛毛拜托毛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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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我可能要抱些毛毛毛毛一点东西，这一点毛毛的，拜托了，我已经忘记是谁了，有人知道他谁吗？忘记了这个，看起来也跟毛毛蛮像的吧？对啊，好了啦，这个夏天结束了，知道吗 ？Many months later， 我都快忘了那件事情了。很悲，现在喂谁啊？现在是在喂。原来是要喂这个万恶女人，硬要来我家，门都被我焊死了，她都能直接从窗口那里飞进来，没办法，对啊。誰よりも早く。欸？そろそろ限界なの？没有啦，没圣杯了，没圣杯了，没圣，我没圣杯，没圣金石，一滴都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就是他妈因为你，我都没有毛毛。混沌特工，第一次立特工，你要吃什么？你他妈，你这个。